什么是谁的颜色。我怎么会不？难道我自己真的不知道？宋先生，宋先生，宋先生，是我啦！这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对哦，这么晚我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没有跟你说哦，我是这个度假村的哦巡逻阿尚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才华就是巡逻嘞。你看，像这个花好月圆狼人厌，你哦就要跟你那个会做胖的砍秀哦在一起，这样子才浪漫。啊，来这边走一走啊，看看花。啊，我在吵架哦。关系，来跟我讲一下怎么吵架啦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讲一下啦，跟我分享一下嘛。我跟你说啦，你不要以为哦，阿尚就是阿尚呢。哎，年轻人的事情哦，我也懂呢。像你们那个看那个什么 Coco 波丹那个哦，我有在看呢。来来来，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啦，阿尚也很年轻呢。好，算，我被讲了，卖讲啊。哎呀，我一看就知道哦，你们两个哦，一定为了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那边怄气，对不对？哦，恁哦，少年人做代志哦，都莫想过冲动啦。像我啊，结婚那么多年哦，我跟我那烟斗阿翁哦，来看我，我跟我那烟斗阿翁哦，哎呦，我话相亲相爱，你知不？像我这样子每天哦，从早到晚我都要巡逻呢。他都陪着我呢，然后陪着我，保护着我呢，都在我身边呢。保护你？对呀。人呢？在哪里？人呢？你没有看到吗？你真的没看到他吗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看到他？没有啊。别怕啦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。他就在那里。天上哦，最亮最亮的那颗星星哦，那就是我们烟斗阿翁啦，烟斗阿翁。他现在哦，在我牛牛的身边，当牛牛的眼睛，还在保佑大家，在看着我们大家。阿舅，你跟你讲，你看到那个星星也没有想到它长得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叫烟斗的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每天来这边巡逻哈，我都会带着他的照片来给你看一下。你们呢？怎么这么多证啊？啊，只能怪我年轻的时候哦，我实在是谁都太帅太帅太逼的呀，很多人都要追我呢。追我的人哦，就像海里面那个布拉鱼一样，好多好多，多到不知道怎么数呢。啊，我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我的真爱呀。后来啊，我真的找到了，找到了这只布拉鱼。那你是用什么方法？来来来，我教你，很简单的。你看画一横，你摘不？摘。摘哦，来，拿住。哦。哎，来，你就开始想，能够让你笑得最开心、最开心的那一位，只要他让你笑一次，你就画一横；他让你笑两次，你就画一横。这样不就很简单了吗？赶快，赶快想。嗨，宋杰修。虽然你说你想去吹吹风，不过我想你应该正在那里发酒疯吧。可以嫁给我吗？就跟我们那次在 pub 相遇一样。我愿意啊。走走对的结婚。一起走到最后，子
细想想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就像是被你这个衰神附身一样，600,000不见，又重伤住院，还被你这个大色狼吃豆腐。结果好不容易脚伤才好，又为了救你被砸到头，差点变脑残。还有啊，虽然碎事连连，但其实最后拯救我的人也永远是你。是小龙，你陪我走过那些路，也许是你的好让我一时晕船了，不小心划过那条不该侵犯的安全线。也许能够重复感动十分，就算哇这么多哦，那这个女孩子应该就是你的真爱的哦。你看来谈恋爱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哎呦，比完我给你最多快乐的哦，就是你的真爱。阿桑哦，看你嘛是飘飘啊人啦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可是我要跟你说，世事难料，说不定哦，下一秒哦，你就失去了你心爱的人。所以啊，你现在哦，就要赶快去找你那个砍手，把他的手哦砍掉掉，还在吗？在。在就好啊，啊，在就找一下嘛，紧去啊。哦。在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深处才会领悟好的事情。我想我应该安分守己，当个好室友。把你借给我的幸福还给你。所以我也不该留在这间房间享受了。希望你赶快和艾伟和好哦。我先走了。山猪。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。感动十分就算分分末。我想我应该安分守己，当个好室友，把你借给我的幸福还给你。所以我也不该留在这间房间享受了。希望你赶快和艾伟和好哦。我先走了，山猪。